开饭了，来了老弟。哎呀，今天真丰盛啊，这菜多好啊！黑色的大米饭，南哥吧，第一个。白色的大米饭，他说我差不多就行了。吃什么？我想吃草莓。吃草莓啊？啊，草莓。这个呢？行行。空心萝卜不吃吗？我先来点大虾吧。大虾。新新鲜的大虾。哇。那个松仁玉米。松仁玉米。没有松仁的玉米。咋没有松仁呢？哪有松仁？草莓都有，为啥没松仁？不是买完草莓经费不够。西兰花，咱们有实力，不怕这个。把胡萝卜给我。为啥？这不是你吃的。我爱吃，来点小凉菜。小凉菜。又抖啊，又抖。没抖，我只是抖抖。这个夹子上看有灰。有福之人不用忙，这儿要菠萝。空心萝卜。好嘞，谢谢。还有汤，一会儿回来盛啊。开始干饭啦，家人们。